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 booth 呢，是创建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我是创建资讯的业务行销副总张达文。那今天在这边很高兴跟各位介绍我们的第一润的产品线。在我手上现在拿的呢，就是我们最新推出来的 DDR3-2000 三通道的记忆体模组，超频模组。那这个产品的特色呢，就是它的频宽可以达到 48GB 每秒。这比过去我们知道的像 DDR3 的1600啊，它效能呢更又提升了大概20%左右，30% 左右。所以对一些游戏玩家喜欢超频的这个使用者呢，是一大福音。那这个产品的特色就是它一次就是三片的包装啊，那我们是用这个纸盒包装，那消费者拿到手上呢，都是经过完整的测试，相容性绝对是没有问题，而且我们都是经过奔印啊，完全保证我们的品质可以达到2000GHz 以上。那各位可以再看看我们这个墙面呢，我们的超频模组的系列名就是叫 X-RAN， 就是斧头很犀利的意思哈。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一系列的产品。有所谓的这个就是三通道的一个产品包装啊。那这个呢就是双通道的它的频宽可以达到 32GB 每秒我们也是用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散热鳍片各位看看一样等级的散热鳍片来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这个DDR2 的一个超频模组，频率是到1066所以我们今年主打的就是这个超频模组那其他呢，像 DDR3 DDR2 这些一般标准用的，像坐在 desktop 的或是 notebook 上用的这个产品，我们已经销售在市场上销售很久，而且很有名气的，那也感谢各位消费者的爱用。那今年呢，就是强调我们主打的超频模组 S-RAN DDR3 2000三通道，谢谢各位。